情啊 ，bling bling 啊，真是和王浩峰惊掉啊，是安怎？情啊，哇，金弓强强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天乐。先生啊，是啊，是心情好了。是，谢谢，谢谢，哦，美丽的这个皇后娘娘哦，哎呦，谢谢你，很有心哦。我们还没有讲到两句话，你就送给我们这个国立的红包。真的，因为你的 you kiss 怎么样啊 ？You kiss you baby， 我们到那个 one kiss how much？ 马来西亚的设计师给我粘的，粘了我都不知道，我的底赛都没有这个，他自己给我粘这个。对呀、啊、，You kiss, you pay, you one kiss. Can. How much you want pay? How much one kiss? One kiss. Aga, na, you ask how for one touch how much lah? Really ah? Yeah, you kiss him, not kiss me. Oh, not kiss you. You him more gum. If I kiss how for, then your this kun must give how for change. Oh, what is this kun? Amo got this kun? Yeah. This beautiful. You more send your amo so chewy. It's very chewy. Why very chewy ah? Today you this one very young ah. Very young ah. Yeah. Very like that young man. You like her? 来亲菜啦。If you like, you can kiss free. No. Free. You here? I'm good. No like young man. I'm good. Kick her old man. Your tail like that. Hey, 阿哥。哥，大家谢谢。恰恰。阿哥真够点歌啊，你看。哎呦，翕相啊！哦，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很怎样？很跟他跪啊！你过去。我们两个很登对，还是我们两个气球跨就跪？啊，他没有男朋友，你够加呀！可是他有男朋友嘞。喂！哦，对个。sorry， 我没有男朋友，他也没有男朋友，给他，他就想要有女朋友。对不对？今天怎么穿这样？今天为什么穿这样？要跟浩峰拼，对不对？这样有什么好拼的嘛？要赢他这样。啊，你觉得整个歌台对不对？觉得你的学习的对象是哪一位？李佩芬，八六七零年。拜托的啦，我查某的都无相像啊。真的？哪里可能？真的。女生的路线跟男生就不一样。我不是走男生路线的吗？哎呦，早讲啦。啊，你知就好嘞。哎，所以欣赏哦，啊，今日你安怎来带啊 ？L R T 来。你无来，我行落来。哦，哎，听讲你换车袂歹哦。这个我真车。就是你的车也是那种很有名的。真的吗？名车啦。真的吗？我那你知道是不是？叫什么车你？敢讲啦，我们都是。Toyota 的呀。啊，叫 Toyota， 不要骗啦。Toyota 是肚子大的人，豆油多。人什么是给肚子小的？摩斯利啦。为什么是肚子小？因为我看你的背灯有点像驾摩斯利的。这样，如果驾摩斯利，你会驾给我吗？但是你的摩斯利跟别人的不一样。怎么？你的上面有放 on call 的。摩斯利很细，摩斯利很细。哦，没派啊。好啊，你驾什么车？到底？真的是都有大。都有大。不错了。但住洋房嘛，哈。哎呀。为什么你们全部都是在开车讲？不是啦。没有啦，我要嫁给你，要查你的资料吗？你放心，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从小到大很孝顺的女儿，当然，对不对？所以没问题。那如果你嫁给我，对不对？你爸爸妈妈一起。哦，卡到底。一起。隆重卡到底。一起。出金多金。金多金。新秘书。新秘书啊。阿莫出。算好公。那卖高公是老公出啊，太老皮，我跟你讲。我本来是爱讲啦，我是要叫你担当啦，爱过你了，所以我收多顿。没，我老爸老母真黑下真大了。我跟你讲，那是呢，一来这一老公住大嘞，一 aircon 有 aircon， 你爱贵人一间房洗洗，我嘛会使安排的，无问题。啊，你是老公住做什么的？啊，安排点困地咯，地瓜安尼款，感谢。那拢安排房间的对不对？安排房间的对。啊，你家己是困一个冷冷的一个啊？不。我是伫咧孙娘，哦孙娘，孙娘，啊，你是看即搭有拉伞 QQQQ 的啦，无我看你的白灯应该毋是龙灯啦，你若是龙灯，真侪人去你的龙滚厝，定就是一个字啊，什么字？字。好来，唱歌给大家听。
好啦好啦，来来，第一首歌曲呢，这个先送上一首这个李叔朋友演的一首歌。你穿这样要穿唱新一点的。真的吗？要唱告白气球那种。我最会就是现在只把路到遇见的年代而已。遇见啊，很久了。那所以龙贵把路到那边。OK， 算了算了，那唱他们喜欢听的啦哈。对对 对， 對。那个他的歌迷很多啊，所以呢慢慢唱慢慢唱，每次都有给大家呢舞台上的不一样的一些歌曲的选择。Hello， 好久不见，你们好。来唱什么歌？来第一首歌，哎，这个李氏的点唱这一首《新桃花》。哦，对对对，就是我跟李氏的点唱，带来这首歌。来，希望大家会喜欢。Thank you。